男子二百米蝶泳决赛，第五道的广东队选手陈俊尔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，五十米过后就建立了0.63秒的领先优势。随后他的领先优势越来越大，其他选手已经无法和他抗衡。稍显可惜的是，陈俊尔一度压着全国纪录限游，有希望打破纪录，可惜最后时刻降速，没能达成这一里程碑。不过陈俊尔夺得冠军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最终成绩是1分54秒61。